这个游戏很像直接公测了诶。首次主角奖励是我们的出国阿云，放大。出国阿云。我觉得游戏有一些地方啊，算了，不讲，继续。我们慢一点就是了啦，哈啊。下一关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间？好啦，反正我要讲的就是，我们大东家满等了嘛，大东家满等了，你们就可以来玩这个游戏。这些应该蛮多大东家的玩家，金香。贸易二之一，大东家玩家注意啦！跳过，跳过。